最近呢，冯巩的徒弟曹随风在某社交网站上晒出了冯巩的一段视频，瞬间引起了很多人的高度关注。从他发出的这段视频来看呢，冯巩骑着共享小黄车，许久未露面的他看起来非常的健康，精神面貌非常的好，完全没有一个62岁人的样子，一边骑着车一边哈哈大笑，仿佛让人看到了当年在春晚上叱咤风云。2019年的春晚成了冯巩33年来第一次在家过的一个春晚。33年来，他曾经首次与家人一起吃团圆饭。冯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呀，7、8口子人一起包饺子，特别温馨，这是多年的梦想。12月13号，冯巩现身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压轴亮相首届非遗相声大会，携手贾旭明、邹森合作表演节目《我爱狮子三》。在后台呢，冯巩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他再度谈到了未亮相2019春晚的话题。冯巩就表示啊，让年轻人站出来是观众的期盼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网友们都说，冯老师您今年还上不上春晚？冯老师您真是一个接地气的公众人物，听声音都知道哪位大神出来了。大家期待在今年的央视春晚再次看到可爱调皮的冯巩老师吗？欢迎说出你的想法。